We're getting back together. Yeah. Like, ever. Ever. 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 and me on the board screaming that I'm right. And you hide away and find your peace of mind with some indie record that's in love with the mine. Oh, God. I'm telling you, we are never having fun. 休息一会儿。大家上上票啊！我俩歇一会儿，你俩去门自助上票行吗？门自助上票，自助直播，对，自助直播，我们就是在这儿，然后你们上票就行。谢谢大家的礼物。喂。谢谢大家大礼物啊，大家多送点，主播辛苦了。谢谢柴犬，对，有话筒，谢谢。咋了？对啊，这又榨干了。谢佳佳的礼花，嗯，我起来了，我咋听懂啊？然后他说时间，我以为你动心了。我真的是需要去制作一个东西。我记得有变体啊。干嘛？有吗？鱼不张嘴真的绝了。开场直播啊，抖音也在提醒我们可以休息啊。抖音看，你也看了三个小时。我舍友跟我说。你要是个哑巴就好了。我说啊，干啥呀？我说你干啥呀？别我们至少要到11:30的，挺巧，是吗？哦，啊，怎么了呢？没有，我们他跳到11:30的。啊，我还有炸串儿。对，哦，不是。啊。Love's a memory。你去拿一瓶气血来没？是啥呀？渴，你渴呀？嗯。伺候点，喝着。你居然可以拿一下那个葫芦丝。嗯，我现在看到猫粮行吗？好，他一下快递。哦，对，这么一看还是迟到，对呀。它折起来是吗？你看看有没有漏气儿。
每次拆快递两个小东西就跑过去看着，特别搞笑。你说你拿剪刀划一下就可以了呀，这么方便啊？你剪刀不在你手那儿吗？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你看一下序列号，有没有序列号啥的？因为第一次在这家买，不知道。好好的对一下，好好对比一下。奥特曼挺不慢的。28.9万了，一模一样，说多少？28.9万了，多少？4000？3000。28.5。28.6。2.5。六。再给我加，真六。再给我加，我当佛爷。真的六。等三十万再出，28.8呀。嗯。它不是辣的吗？辣条。不是啊。我现在以为是天然的葫芦丝。它辣条，它辣条，它葫芦丝，它叫。买了多少包？50包。宣传大队。谢谢宣传大队的每一位成员，谢谢你们。你看要进去啊，哎呀，不要不要不要，谢谢洛洛，谢谢洛洛的笔，谢谢送你们嘉年华了吗？啊啊，天哪，谢谢，发财了发财了。谢谢洛洛的，这题不回我，看来今晚真的是有事儿，我馋了。你也看到我最近去玩的地方全都是玩的角儿，全都是女人局，看到了吧？你爸妈，爸妈别跟我说，我不想听。好，好吃吗？你不能拆你那包吗？啊，吃不完了，你说。哦。好吃吗？一般般。别撒了。嗯，明天播吗？不知道。嗯，不冷吗？嗯，不冷啊，我出汗。嗯，好的。不是这样吃的，我不想这么吃。嗯，牙齿，吃肉了吗？没洗。没。哎、还没洗手。嗯。我对不起，不好吃，感觉不好吃，真的超好吃。儿时的回忆，葫芦丝，葫芦丝，它就是葫芦丝。给大家福利价，就是说5块钱一大吧，5块钱一袋吧，五块吧，行，五块，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5块一袋吧，就已经是出厂价了，我们还要。亏本卖的，亏本还要加运费啊，就是5块钱一袋，可不可以？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打个9.9折也是可以的。嗯，不能再便宜点吗？嗯，可以便宜，我可以卖100包送你吧。嗯，就是送100包，可以给你送个一包。对，或者是200包送2包，那以此类推，你买1000包就是送。
是这样啊，给大家福利一下吧，一包五块，320啊，不包邮，这个价格已经是很那啥了，就不能包邮了。包邮的话，如果你要发顺丰的话，你可能会贴100块钱的顺丰费。别说了啊，这样吧，别说，给大家福利价，正常5块钱一包，今天正常一包5块一包，今天给大家20块钱三包，不行，这个价格真的不行。20块3包就这么定了，不要跟我抢别人的福利，买不起，这不，这不是普通的葫芦伞。拜拜，买3包咋亏？没什么亏，又不是在输啊，什么亏？5毛钱一包，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个很贵的。5毛钱这个价格已经是去年的事儿了。对，不是，5毛钱一包是上周5毛钱一包。你不想一想，时代发展这么快，一周之后它可能会翻得几番。啥呀？不是，现在根本就不是你那个时代了，别拿那个说事儿。大家有你要买不起，把票上上，别给我讲价。这个葫芦上过学吗？本科学历，我们这卖葫芦丝，这个辣条，每个都是本科学历。有上过，是开过关的。这个葫芦丝正经不？它不是正经的，正经的是5毛钱一包，它不正经，所以它就5块钱一包。嗯，涨价挺快，它可能下周就会跌一点，下周可能它就会5毛钱一包，这个价格是不好说的。我们家葫芦丝每个都上过本科的，真的，不骗人。被开过关，被二宝咬过几个洞，我就要去开关。开光，大家下单吧，刷礼物下单，是了，刷礼物下单是能长高吗？能啊，能啊，能啊，能！你长颈鹿，你看它，是不是没毛粮了？它怎么？没了了，没了，那骨完就没了。你，我去下，对不起，长了。我就说怎么今天这么活泼啊，多倒一点，两个都倒满了。你像狗山跳的特别可爱，特别逗。你们看啊，我把小狗山叫过来。哦，二爸，二爸。干，两个吃货，谁卡了？你卡，应该是你卡了。啊？家人们，真的给大家今天这个福利价真的非常福利。大家有没有人都掉没了？有没有那个刷钱的？有没有刷钱给买下单的？没有，他们都不下单，他们都认为太贵了。我觉得可以联系一下厂商。没有眼界。要是我贷款买那个吃，真的，吃完绝对有保证了。本人送货吗？送货上门。我想不一样的。送礼啊，可以啊，可以啊。没下单，期待发货。买送羊吗？不行，买5块钱辣条送可以送鱼。买我的话，可能要买一个什么？深夜 PK 吗？不 PK 了，应该。要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 什么飞机啊什么之类的。谢谢大哥，大哥这个好的。一下这个好，来尝尝。这小杯的保时捷，然后保时捷一个，好的。朋友，我想吃能好吗？好啊。哈哈的一个。对啊，哈烟火。啊，我要笑死了。能不能？